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我爸妈在，弟弟在红薯的，和小亮过去帮忙去。走，带你去，要不然你不要等着呢。嗯，走。来过一回。那弟弟没有给弟弟那道好走是吧？嗯，都一样。现在也有长地。狗也来帮忙来了。哎呀，可累，压谁不是一个硬份，可得累。对，这都得印多少才行？印多少干快？有多少干块？今天不是很热的。嗯，昨天不是，昨天好像下雨了。啊，这本地山还是啥？本地山。是。嗯。这搁那好也好卖。嗯。那搁这儿还可能接山大点儿。啊，接着山大。印多少块？来煲水，天热。哦，谁喝了过来拿水来吧。凉的喝喝来都。都歇会儿。歇会儿吧，我来凉的喝喝来。这地习惯。喝点水洗洗吧。啊，味儿了拧开，它那个不脏。嗯，喝吧。少歇会儿。嗯。奶奶给你瓶水，喝点吧，歇会儿。哈哈，啊。这里才个十五八亩。小回买了是吧？嗯，别不会光会这样的，现在。小伙。我俩一放他出来的，放吗？该过来了。你小媳妇媳妇呀！你放，我放的，我放吧。你回来的。这个会少，你现在眼神有点。不，他都没有，他都没有摘过水。他拿核桃味儿。哦，没走过这活儿。尽量不压身哟。不费，太费劲了。年轻人家大都得摘。哦。今年俺这能熟的顾不上来。俺种一脚。种一脚种麦了都。有这个，有本地谁啊？有西瓜红。那不养老就吃点啊，对了，是不？对了，是本地的。是。今年了，可让你尝尝。哎呀，我累。咋了？有600蚊羊呀。你看，还有600。有600吧？那多行啊！600蚊一桶不在200蚊羊。对。对。那都干差不多，600磅多，把那桶都水都拉满了。这个多，那个有200，这个也多耶，这个。
这老背沟那个还挺好，捡两样的过来。那就问。